来希望可以带给在宜兰或是经过宜兰的朋友一些有别于平日生活的感受。在第一次的小屋畅游当中，邀请到了格洛丽、林光以及来到光仔给光仔的朋友一场很棒的音乐飨宴。同样的，这一次活动当中呢，我们也很期待周休八日跟 V 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很棒的音乐午后。